只能选择一样，那就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你还不是一样选择了叫杨静雄死？可是我感到罪恶跟羞耻，你不会吧？冷酷无情才能永远活命。杨家的事业太大了，你能照应得了吗？对呀、啊，徐大行的顾虑实在是周到。如果我顶下你们的棉纱厂，那你自己就不必再扩充它。哦，哎，亚麻大山啊，一直对你们银行的股份很感兴趣。是啊，杨先生一死，你们银行一下子挤兑都快要垮了，还能够经营吗？你们要我们多少？咱们营商呢？换一点妇道人家经营的生意还难得了吗？你们杨家呀，那是家财万贯，卖掉了这些个厂，换点别的生意，哎，你们杨家还是一等一的富豪之家呀。先不是。宁可经营不善，也背不起顶当不了的罪名，不卖更不与人合股。走，石县令，你不是不懂情势，日本统治了上海租界，当然下一步就是介入商界，控制上海租界的经济。你敢阻碍日华亲善，日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又何必？你是认为什么东西？日本人说的话就像你老子说的一样，一个字都不敢漏掉。徐英，冷静。你这个汉奸走狗，杀我丈夫，欺我寡妇，我跟你拼了！再杀我一条人，看上海租界的中国人见你好好改嫁。来呀，你来呀！不能杀他。杀了徐大才，他受不了，他忍不住，他失去了理智。人呢？当场被大警庄所逮捕了。赶快去救他！快，通知六门，马上把事情放给报社及电台知道，求他想办法弄出个号外版来。只有一位才救得了我们。强调雪姨是活着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到书房打电话。是。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苏汉，带着你娘赶到四爷那边去，请他保护。快，马上就走。好。走后门，别坐家里的车。那你呢？别管我，
快把橡皮抱下来，你们跟他们一起走，没时间了，什么都别带，快点。你们两个陪他们去，放机灵点。是。是，是，尽快。六爷已经联络好了，我还通知其他弟兄全部赶回来。怎么救雪？要不要赶去？只有秦氏救得了他，赶去也没用。现在赶快先把几个熟客请了来。是。徐大才死了没有？喂，你哭什么？你讲话。什么？你爹现在在医院，他怎么了？不要说这些，他死了没有？他一直昏迷到现在，他医院说他是血过多，可能熬不过今天了。徐大才伤重病危，如果他死了，谁有资格打开保险柜？保险数量不高。徐大才一死，他的财产遗嘱马上成为他家人争夺的目标，我一定要先了解，早做防范。告诉我，徐先生交代不能告诉你啊！你不要命了，快去打开保险柜！你饶命了，我打不开保险柜。这个保险柜的号码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银行的总裁，还有徐先生，徐先生的律师啊。那个陈律师呢，要会同徐大才的三个女儿才能够进入保险库里面。喂，我找陈律师。哪家医院？谢谢。我要见你们总裁。他们到南京开会去了。你唬我。报纸上都登了。阿龙，你留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打开徐大才的保险柜。你办得到吗？对。为什么？我都要死了，对我已经没有用了。你拿到了信了，答应我一件事，还是要交换条件。你会先答应。我不逼你，控制你了，我只能求你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事业，保证我没像那么多人一样。
身体财产。我做不到。他就要死，你还不答应他，你就不能成全一个快要死人的心愿，让他安心的去。振飞，你好狠心。办不到的事情我不能答应。人生不能面面俱到，我答应不了。你恨我，别恨其他人，我只能求你尽可能的帮助我的家人。你也不肯吗？刚刚徐先生也交代过，徐家的事业全权交给你来处理。我会占了你的家产，吞了你的事业。振飞，一场戏我得赌，将三国不可靠的女人败光吞光，还是赌你的性情？是我，我用尽手段把你挖到我的门下，就是看中了你讲义气、有品性。可惜，可惜我早就被你栽培成一个不义之徒。义气，你不是告诉我，做人只有现实厉害，没有道德良知、生存之道，只有弱肉强食、功利自私吗？你看看我，你看看我，这里有一个你天天教他，为了功名财富，要不择手段把别人踩下去，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人。我现在终于学会了自私自利，我可以出卖人格，出卖义气，出卖良知，我还可以无耻地活下去。你竟然敢跟我讲道德、义气？你江湖混到现在，一白混了。振飞，就让一块玉。徐大才，现实里他一辈子到头来只能奢求在这个世上这么淡薄的道德跟我最鄙视的善良来救我的家人。你们杨家现在谁当家做主啊？啊，你姓杨吗？有我。哎，坐啊！你这么站着，好像是我来看您唱出戏给我听似的。你们这样大摇大摆的擅闯民宅，我还以为是土匪强盗要报警。嗯，报啊。可惜上海租界自从你们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没有王法，我不打算白费力气。嗯，好。白云秋啊，你识时务，看来有你在杨家还有点救。嗯，好，我们就直话直说。第一件事情，你们想借报馆的舆论力量是没有用的，徐大才傍晚已经死在医院了，你们杨家的二少奶奶杀人也得偿命，回不来。好的杀人偿命，我们老爷的命谁还我们？
他是抗日分子。哼，你们杨家剩下的人如果还敢跟我们作对，也照样难逃一死。我家雪姨和徐大才是私人恩怨，他入狱，我们请求保释探监都可以，但不是现在。白舅，你甭想见他，因为我不想让他在狱里面还可以遥控你杨家的事业。我想让你当家做主，不好吗？哎呀，真没有想到啊，当初一个唱戏的竟然会有这么一天，掌里的万贯家财，指挥着那么庞大的事业啊！你说，哎，我为你好哎，我是当然不能让你们杨家的雪姨还在管着你，还在压着你啊！哦，是吧？当然的，我也替你担心了，经营事业呀。不比唱戏，你可不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把你底下的员工都找来排排座，听你那么哼哼唧唧的唱出戏，就可以维持杨敬雄的事业。所以，现在徐大才死了，我来出个面，找人顶。臣您的请。可惜您来晚了一步，您说的没错，我白云秋是无法经营先夫留下来的事业，所以今天下午我已经将上海多位有声望地位的大亨一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经营我们杨家的事业。哪些人？明早您看报纸就会知道了，现在最后的名单还不能确定，因为今晚继续联络知名人士加入中，预计会达上百位。哎，这叫什么委员会吗？不幸的是，先夫生前在上海的声望太高，人缘太好，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大家仍然支持他，真相加入盛情难去。大喜中子，你要找人顶下杨家的事业，恐怕得一一先问过这些在上海有才势地位的人士同不同意。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就可以保得住你，抬得住你。这些人不过是商界的人士，哼，我们却控制了整个的上海。这是当然，不过如果这些商界人士有一半被你们当成抗日分子杀了，上海的经济就会崩溃，社会就会混乱。大举中作，到时候百姓没饭吃，你们日本皇军也没饭吃，还能怎么控制上海？套句我们唱戏的台词儿，狗急跳墙，人急造反。你狠，你联合了这些人，摆明了是对抗我。你不怕我杀你？死了一个，关一个。你再死，我看你杨家不垮。就算我们杨家人都死光了，杨家的事业也垮不了。现在反而是你怕杀了我，我一个唱戏的寡妇好应付，一百多人的委员会您能应付得了吗？何必这样擅入民宅杀我一个女人，有损您的脸面，何不改天派人把我骗出去，把我暗杀了才算有脸面。
哎呀，哎，我佩服你的胆识啊！哎，其实对我而言呢，这只是一场战争。你呢，已经把战争引开杨家了，你对我没有作用，我何必要杀你？嗯，如果你死了，杨家这边便没有人可以对付徐大才那边的复仇了。对了，徐大才这一死呀，你恐怕还有了忙，我不打搅啊，告诉你，走了。已经掉进了圈套陷阱，我们已经逃不掉自相残杀的命运。您放心，就算我们拼了命，也要保住杨家一家人的安危。我知道，所以我才担心，我要保住你们的性命。您别担心，有我在。你去休息，也累了一整天了。我还好，我撑得住。要麻烦你帮我了解杨家事业的整个状况。你先得告诉我，这些是什么？牵扯得很复杂，也是老爷生前最大的心愿。要把民生物资抢运到大后方，抗战了六年，大后方的日用品十分的缺乏，有人找上老爷，要我们棉纱厂的棉纱。怎么可能呢？这里是沦陷区，怎么能把大批的物资经过战场运到大后方呢？运输是个问题，更难的是打通层层的关卡，所以这件事情搁了半年都没有成，才害老爷送了命。没错，这半年来一直扬尘减产，其实暗地里在增加产量，也库存了好几个仓库的棉纱。时间越短，老爷跟大后方的联络就越显得频繁，以致让日本人发觉老爷跟重庆那边太接近，视为眼中钉，才要除掉他。当初徐大才打赏日本人，你想老爷为什么急着要约徐大才当面谈判呢？因为徐大才搞走私有门路，老爷想疏动他帮忙运送棉纱。老爷当时也说，他知道双方的芥蒂很深，但是只要能够处理这件事情，
就算是向徐大才低低头又有什么关系？没想到因此让日本人跟徐大才认为我们心虚气弱，有机可乘，所以才幅度报道，情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传言什么？徐氏家族争夺遗产，还有呢？传言徐大才临终将徐家的产业交由何振飞代管。请老爷帮你再找寻一位姓柯的仇人吗？老爷告诉你没找到，其实老爷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找到了。为什么？我只知道上海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只有老爷去见过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英雄，为什么那个人害了我父母一辈子？我要见到他，我要看他怎么面对我，怎么面对他的过去，怎么面对我父母的悲惨。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我要他偿命也是了吗？我就是绝不饶他。Thank you.
已经找到老爷生前见过的那个人，他是柯瑞虎以前的一个侍卫。他只知道柯瑞虎民国八年就跟曹汝霖一起下台，归隐民间，隐姓埋名。他只听说柯瑞虎人在上海，他也没有见过。要问市郊的新觉禅寺这个居士，就可以问出姓柯的下落。了因居士，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因未了，缘未了，因缘会遇，苦海无边。我就是了因。请教居士，据说您知道一个叫柯瑞虎的人的下落。施主请坐。柯瑞虎以忏悔三业罪发愿大皈依，此处只有了因。你隐姓埋名皈依佛门，过去的罪孽就不算数了吗？我爹我娘的冤仇，我要向谁去讨呢？因果报应，找到了你，我今天就要向你讨回个公道。罪孽，罪孽，此道雕佛，只度众生，请施主生慈悲心，习恶念，修功德。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跟我娘被你害了一辈子吗？一个发疯死了，一个生病死了。阿弥陀佛，菩萨慈悲。别跟我念佛，别跟我讲慈悲。你种的因，做的恶，造的孽，就能这样一笔勾销，没个报应吗？
罪孽深重，愿今生磕佛万尊，弘扬佛法，愿来世轮回一心礼佛，度一切众生。施主今日前来，是否要报仇解恨？请施主习恶念，远中恶因，免结恶果。了因不能够将此躯壳教施主再添罪孽，愿施主留下了因的罪孽之身，为施主诵经礼佛，修道助缘。三夫人，三夫人，柳凤英电话找您。三夫人，你醒了吗？柳凤英电话。不接。是我知道，你告诉他再不接我。李凤英说，您再不接电话，他要闯上门来。我说棉纱厂停工十天便十天，你们能跟他们拼，出了命谁负责？昨晚演艺俱乐部死了我们三个弟兄。你叫我怎么跟老爷交代？不但是他们三个，我们所有弟兄的命都可以豁出去，我们自己都可以向老板交代。三夫人，我是自作主张，但是姓徐的他们已杀上门来了，要暗杀，
我不马上暴露示威，难道要你等死吗？没烧掉鞋印，又损伤了弟兄。昨夜棉纱厂又被烧掉一个仓库，这样乱下去，工厂马上面临停工。你们成天寻仇打杀，都不用吃饭了吗？你先出去。对。三夫人，您别怕事手软，这样子才会把杨家事业搞垮。现在不能谈妇人之仁，要生存就要拼，否则不但是徐家，全上海的人都会当我们杨家只剩下一个应付不了场面的女人。您别怕硬拼吗？我现在还怕什么？徐大才死了，难道我们还要毁掉徐家的事业才算泄完恨吗？他们的员工，我们的员工，也要卷进杨徐两家的恩怨，我们不管他们的生活了吗？我知道我是个没管过事的女人，但我了解靳雄的为人行事，他最照顾底下的人，我委屈受了也要替他做到。我不怕硬拼，但不让你蛮干。我要杨家所有的事业停工10天，10天之内我要你只对付掉一个人，除掉何振飞，其他一个人我立刻召开记者会，宣布杨徐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请上海各界出面协调，让杨徐两家的事业能平安生存，双方的员工的生计也不受影响。他一死，徐家的事业无人可挑，必定紊乱失措，这样他们也只有接受协调和解才不受影响。雨根，我这样做才能护得住杨家的一切。三夫人考虑的周到，我惭愧。你去办事吧。是。王公馆，又是他。对不起，他还是不接。电话就不挂，我看了报纸好担心，你一直不接电话我就更担心，怕他们说你没事是骗我的。姐，你真的没事没受伤？没有。吓死我了，报上说的是真的。姐，徐家真的派人去暗杀你，要替徐大才报仇。姐，你们两边真的互相打起来了，报上说。你别问真的假的，你去问何振飞啊，你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徐达才是我们杨家的血液也被抓走了，还不够吗？他还要替徐达才报仇，还要置我于死地。姐，还是他又为了徐达才什么遗产好处，都要将我们杨家赶尽杀绝。你说什么？振飞怎么会这样做呢？他没答应再替徐大才卖命，他跟徐家已经没有关系了。徐大才不是临终遗言，让他代掌徐家产业。徐大才是这个意思，可是振飞并没有答应他。姐，再怎么样，振飞怎么会派人去暗杀你呢？他会是这样的人吗？他是怎样的人，我已经不知道。
冯姨，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怎么会走到今天的这种局面。姐，原谅他好吗？不原谅他，我跟他都是死路一条。我还记得。